见到咁大批嘅警员喺山头左望右望，咁大阵仗到底揾咩呢？就系24只总值3900万嘅名表啊！星期一下昼2点，警员同埋机动部队成员带埋铁铲等工具，去到大埔公路近中大一带嘅山头大规模搜杀，期间越过埋路边栏杆走落山坡，部分嘅地方山势险峻。行动持续咗个几钟头，暂时未有收获。尖沙咀嘉年威老道名表世家喺12号被持刀取嘅匪徒掠去24只总值3900万嘅名表，至今3个人落网。警方另外追缉在逃嘅3人，而案中嘅失表仍然下落不明。其中最贵嘅一只就系价值460万嘅 Richard Mille 手表。